guys,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. 然后大家看到这个背景，应该可以猜到我现在已经回到学校了。这支影片大概就是记录了我几天的校园生活的这样子。然后刚好因为那几天我们学校是就是新生报到的日子，然后我刚好也就是我们学院的志愿者要去帮忙迎新的，所以我就记录了一下几天的日常吧。对，这应该就算是一个校园 vlog。So let's get started. Okay. 我现在终于进到登机口这边了，我的飞机是3:30的，然后现在是看一下，现在是2:30。我在家里待了8个月，然后现在。就是终于要回学校上学，但其实我蛮焦虑的，因为太久都没回学校，然后突然离开家，然后就让我今天早上超难过的。嗨，大家，我现在在迎新，然后今天是有够热的，然后对我今天是我们学校新生开学，然后我今天就是迎新的志愿者，然后我刚帮一个学妹她送她的行李回宿舍，对，然后我现在要回去了。I'm sick of daydreaming, I just want the feeling of you in my bed. I'm tired of just. 我们现在要去拿外卖，我们今天晚上点了肯德基，还有一个卤味。不行，我已经开始紧张了。哇，哇哦，哦，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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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I just want the feeling of you in my bed. 满分十分的话，可以给到7分吧。你的8分。Give you my hoodie just so you can smell my cologne.是大概早上6:20，然后我准备吃早餐。我今天早餐是一个蛋黄酥，因为今天刚好是中秋节，然后这一盒蛋黄酥是我妈给我寄的，这个是紫薯味的，它的木耳鸡跟它的蛋黄夹在一起，那个口感真的超好吃的。
enough. From ya, call me up, complain. You never feel enough, feel enough. 让我来 update 一下我的近况，不是近况，刚刚发生的一些事情。你干嘛批斗我？我原本就是我在做志愿者的时候，原本想录一点东西的，但是因为今天来的新生实在是太多了，真的太忙了，所以我们根本就完全没有时间看大月饼。切一下吗？好像老婆饼哦，天哪！哦，这个是台湾的 QQ 饼的放大版吧？拜拜。然后这支影片到这里大概就已经结束了。So hope you guys enjoy this vlog. I'll see you next time. Bye.